佩兰所领军的中国队在小组赛里面是有个交锋。嗯，啊，说起来也是比较有意思。是，当时2015年佩兰的那一支国家队出战这个亚洲杯赛，在今天，肖智转不了身，只能把球敲回来，唐淼传中点不错。对，是。但是后点包抄，广州富力这个球居然没顶向球门，再塞到禁区里面，外围推到门前，哦，很危险啊！是，像是帮着对方在投球解围一样。对，不过呢，雷纳尔迪尼奥跑动中突然人缝里面塞直传，是，禁区内多人之间的配合，马上斜传给右侧，唐淼切到禁区里面，沿禁区线横传，还是没有射门机会啊！方子昌马上把球传递起来，瓜吉球跌跌撞撞，应该是要给牌的。来看一下，应该问题不大啊，就是可能他是想传给右边路的吉祥的，左脚传进来，头球蹭，漂亮，非常漂亮。哎呦，而江苏宁易购这边呢，两名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啊都被扎哈维给带过去了。对，后点很漂亮，突然一脚冷射，这个是做一做我们说二过一之类的。这一下呢突然右脚一扣，这边奥拉罗尤呢肯定是还是希望执行力要做到对他的这个好的。普拉吉突然进去里面打了啊，真的是不错啊。那看一下这球，后发先至，出脚快。对，黄振宇最后这一拉一拽还被弹出去了。你看就是这边一拉一拽弹出去了，但是呢也多亏了黄振宇这一下，确实还是补得很及时啊。上半场罗老师也提到了三后卫啊，就是这点事漂亮，头球，哎呀，这球出去了，漂亮，进球应该有是黄子，小将黄子昌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那这条转移很关键，是随后看这一条传中特谢拉的头球，守门员程月磊是奋力扑了一下，但这个球呢没有扑出球门范围，而黄子昌速度奇快，跟进之后的一条补射，这样下半场开赛才三分钟，客场作战江苏宁易购1-0领先。黄子昌，好的，啊，要看 VR， 就是要看之前黄子昌的那个禁区内的突破吗？应该是。判啊，经过 VR 回放，经过视频裁判的回放。最后是判定啊，对，黄振宇是有犯规动作，犯规，而且是在本队的禁区里面，这样客队江苏宁易购获得点球。谢谢了，哇，角度很刁，对，漂亮，一蹴而就，这样2-0，江苏宁易购在客场下半场，现在呢这场比赛就是顶在最前面，所以说它的作用确实现在对于江苏宁易购来说太重要。特谢拉往中间走，圈顶，转身再扫门前，漂亮！哎呦，这球啊，打在边网上。我们看，等于在对方的禁区内外，是45度斜传，好的，看特谢拉，还有机会。哦，陈月磊，我的连接动作就是比你快。是，守门员出来。其实程月磊出的时机出的时机不错的。对，对角之后，张哈维又把球控制下来，内部好的送到禁区里面。哎呦，应该是长飞亚吧？真的是全场比赛广州富力最好的得分机会啊！好的，再交给边路，长飞亚，长飞亚，博阿吉也是身高腿长啊，硬生生从长飞亚脚下把这个球给顶掉了。与此同时的主裁判
沈银豪、明少接受了全场比赛。